南桥今年的合并营收呈现的是逐季成长的格局，第三季单季营收36.1亿元，季增6%，累计前三季的营收年增高达12.19%。反而认为第四季是年节的消费旺季，南桥整体营收渴望维持成长的态势，预估全年营收有机会挑战140亿元的水准。